Hello， 大家好，之前找我买磨刀石的现在有货了啊。这块油石非常适合家庭用，菜刀不锋利，小卷边小崩口，用这块磨刀石都能够搞得定。拿我们家的这个合金钢的菜刀试了一下，它的下铁能力还是比较好的，然后它硬度比较高，不容易磨损，主要是它便宜啊。家里用的话，像这一块磨刀石它能够用很久。来看一下它下铁能力还是可以的啊。我这把菜刀比较硬，像普通的不锈钢刀的话效果应该会更好。现在换细的一面来试一下，这块磨刀石使用之前需要泡水，不需要很久的，只要它保充分的湿润了就可以了。